好，我们先来看这台 Canon EOS Kiss、哦、那它这台配的是这个Sigma for Canon 的这个镜头、哦、那它这台的那个功能、哦、正常、哦、功能正常、哦、那我们先来看一下、哦、它这个、哦、你把它转到 P、哦、它这个用的这个电池是这个 CR123A、哦、两颗 CR123A、哦、这种电池，我们刚才先放要测试的电池进去、嗯啊好，那你可以看一下，嗯、它的转盘哈都正常，嗯，然后这个镜头哈，嗯，哦、嗯，这快门正常哈，快门正常哈、嗯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哈，它这个快门转盘哈，你可以看一下，嗯，转到不同模式哈，它这个机身都还可以动作，啊、嗯，机身也可以动作啊、嗯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底片式，嗯嗯，这海绵状态都还 OK， 嗯，底片是，嗯，还有这个底部，底部，嗯，所以当初哈，嗯，好，以上就是这台 Canon EOS Kiss 的这个视频，嗯，谢谢。